叶太黄，另外一个是树叶太深。哇！我本来很有趣啊，没办法啊，我本来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个猪人塔那时候盖得很失败啊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到说，其实猪人塔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只是让猪人更有机会生出来。啊，当时没有注意到说那个是拍影片的人把那个游戏时间调高，就好像调了10倍吧。就明明猪人大概50秒会生一只，所以它变成5秒钟生一只，所以看起来很有效率。那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研究啊，没有好好去做功课，就造成这个后果。丛林比较讨厌还有可可豆，可是我现在需要可可豆欸，虽然我已经有染料了啦，今天开台的时候刚好有买到，那个旅行商人有卖，但可可豆是染料啊。可可豆真的除了染料跟做饼干，还真的需要再加一点什么东西欸，不然没人，可可豆根本真没人想要拿。就像青金石啊，除了附魔跟做燃料以外，哦，青金石说青金石最可怜欸，要不是有附魔需要它，不然青金石挖到直接扔掉欸，可怜的青金石啊，可怜啊。再不认识念是谁？谁不认真念书？你说下午的我吗？下午的我在跟外国人唠英文欸，但我唠输他了。哎呦，下午在跟外国人交流。两个眼睛好痛呀，火药棒。怎么没有附魔金苹果啊？好，回收。小 TNT， 我下午第一节体育课赶不上开台啊，没办法啊，就乖乖上体育课啊。哦，想想年轻时候多喜欢上体育课啊，现在没有体育可以上，能去健身。哎，要洗我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带床出门欸，要洗我。而且我应该要找的话，我是要往海上找才对，我怎么会往陆地上找？因为我需要热带海洋地形。欸，靠！这是哪里？-500，-1000。我好像也没走多远欸，这里有个灭村啊，赶快走。
快走，快走。岩浆吗？可以死回去，死个头啦，死回去。怎么就回去了啊？为什么总都要靠死来解决？死不能解决很多事情呢。除了你会有骨粉以外。我躲，我闪，哎呦，哇，看到，这样就到了，刚多少？-500, -130，那其实很近哎，我们可以跟隔壁村的交流。噜噜噜噜。回来咯，看我们是一个发展很棒的聚落。睡觉哦，猫咪哦，猫咪不要。跑了1600，还不错啊，多跑是好事呢。还是去开地狱门啊，我们需要开一个往那个的地狱通道，带一个黑曜石。TNT 说的一模一样，我说什么了？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我刚说了啥么？夜灯东安安，看，哎，你注意你的发言哦。我突然想起来你是谁了，不要再欧北攻一些无为不为哦，不然我会生气哦，我会杀人哦。我的坐标是多少？-1200, -300，-1200, -300。年轻人要多跑啊，真的啊，趁年轻多跑一点啊。-1200, -300。哎，看不带啊！等一下，我记一下地狱坐标。-1200, -300。哎，看，有差。
差，有差，当然有差。负300，负300，要走600多格，再加600格，加300格，要走900格。他跳好慢哦，天哪，那有差好多。带建材，哎，好，那这边有这么近的，我的天哪！小灰兔，-900。不是啊，可是我突然想坐标也不对啊，因为我的出生点刚刚不是-100，大概都是-120吗？可是-120乘以8好像差不多欸。哦，没事了。那里，这里。我应该是冲到上面去盖个地狱门吧，先冲再说。靠！怎么快就打到了啦？啊！吼！太好中了吧！这个牛，这附近的牛要留着哎、欸，干嘛啦？什么是什么声音？哇！汤哦，嗯，汤哦，让我上去哦。哇！
的天啊。好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-1200，-200，实际坐标。吵什么？150，我要来这边盖个地狱门，是吧？150，150，150，150。等一下建厂，-150，-150，-150。我今天会整地，就是因为我怕我把不祥之兆带回来，带回来之后我就整个真的被灭村。不会在这边吧？哇塞！-225，我刚刚那时候就在想说，会不会在这个头走到上面呢？这样我可以把村民引过去盖个，哎，到了，好，
好的，是通的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啊哈哈，恐怖哦！第一次来这里。等一下哦，我想说去另外一个村庄。把他兵引一支村民过来，引一支村民过来，然后做一个，哨戒塔的那种机，自动的那种，就要围一下，不然这样好恐怖哦。我不想知道放哪里，往这里。啊哈！泥土。没办法，你们看我进地狱门以前都会先关个音效，可是按久好累哦。你要怎么过来啊？啊啊喏。快，打架！
就想说用直接用仙人掌来围墙就好了。可是仙人掌这个缺点呢，它只能这样子穿插的摆。哦，这个是会倒。我想要是穿插这边都放铁轨啊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教主走得这么漂漂亮？没有没有，轻盈轻盈是跟衰落有关，漂漂亮是这个啦。这个今天下午弄的，是记得这个吧？这个跳跃提升二，这边的地要整欸，天哪，啊，要过去了，准备一下哦，我们就在这边离线吧。我遮一下画面。无效的 IP。先关音量，请重开。好，重开，离开。哎咻，哎咻。哦，汤包包安安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哎。要做高一点了，不然后置音声音好小声哦，就只有那种爆笑的时候才会爆音而已，然后后面就没声音。继续，进来了。等下，云月那是什么啊哥？哦，云月是小人欸。快抬，快抬！你也换小人头、哦。